拥有 MyBCPS 账户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可以通过 BCPS One 访问我们的学习管理系统 Schoology。登录 Schoology 后，你可以查看学生的课程、成绩、作业，并可以和老师沟通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访问 bcpsone.bcps.org， 单击登录到 BCPS One。在这里，你需要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。如果你没有 MyBCPS 账户，你可以通过单击底部的“创建账户”来创建你的账户。登录以后，就是欢迎界面 ，Welcome Parents BCPS One， 欢迎家长来到 BCPS One。左上角就是 Schoology 学习管理系统的按钮。单击 Schoology 学习管理系统按钮，你将进入 Schoology 家长页面。欢迎来到 Schoology。